欢迎大家学习我是记忆家的课程。我在每日头条里面呢看到表演专业艺考生必看的100条文艺常识，觉得里面有很多的知识是需要我们记忆的，挺好，推荐给大家。至于具体的内容怎么记呢，你需要花一点时间。你比如说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，我是这么记的，18是十八罗汉，95谐音是酒壶，十八罗汉拿着酒壶喝了很多酒，喝着喝着就开始演起来了，世界电影就此诞生。这样我们就记住了，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，这就是一种记忆的方法。那其他一些内容呢就需要你花一点时间来记忆。好，我是记忆家，这一课就学到这，拜拜。